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的一期视频。然后呢，我现在已经解放了，酒店的工作人员呢也是让我要走了。然后给你们看，这我的四个箱子，还有三袋零食。我现在就要慢慢的把东西都拿出去。好，那我们出发回家。这个不要丢了，不能腐烂。这个不要丢，好。不能腐烂。还有别的吗？没有了。这个时候大家应该全体起立，热烈鼓掌！我总算回家了，过了整整14天，我总算回家了，好感动啊！然后刚刚和我爷爷奶奶吃了晚饭，总算是有了家的感觉。所以说，到了我最期待的时候，拆箱环节，我们来看看啊，吃的对吧？应该还有一包的，这是没吃完的，然后。这是我的浴巾，然后等晚上拿去洗的。还有这个，这些都是我爸妈让我带回来的。然后这是免税店买的免洗手液、洗手喷雾、湿巾纸。这是穿过的衣服吗？我也不知道这是穿过的。哦，这是穿过的衣服。就是没穿过的裤子，就床上干净的。然后这是我的包，然后我的游戏耳机，对，这也是一直跟着我来回跑的游戏耳机。虽然说我很少用它，但是真的用起来的时候，总归对吧，希望还是在身边的，所以我一直把它来回带。这个应该是穿过的吧，就是 GoPro 戴头上的一个配件，就是戴头上那个头套吧，然后一些生活用品、餐具，机场买的，然后这个也是跟着我来回跑的吧，知道的人都知道，不知道的人呢也可以不用知道，就这样。然后这个箱子里还剩最后一个东西，那就是我的一个运动包、旅行包，这个 Supreme 的，然后里面是装满了东西，我给大家打开来看看。就啊，主要是里面都是我的衣服啊，我就不给你们看了。然后我把一些重要的东西拿出来吧。我的 Beats 音响，这个是必需品，因为我很爱听音乐。然后还有什么？我记得里面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东西的。这个是我自己的祖马龙的香水。哦，里面是有两瓶，还有这个范思哲的香水，然后还有这个，这是我那个时候黑五买的这个，西数的500 GB 的 NVMe， 好热。哦，还有一个，哦，又是祖马龙的，这是我最早买的祖马龙的香水，这是我的第一瓶香水，就挺好用的，挺好闻的，特别好闻。请大家不要评论我有这么多香水的事情好吗？男生就不能有香水吗？好了，这个箱子就这样理完了，我们清场换下一个。我又回来了，然后第二个箱子，
牙膏、杯子，然后穿过的裤子，穿过的衣服，拖鞋，吃的，吃的，吃的，鞋子。然后呢，为了防止这 NMD 压坏啊，我特地在里面装了就这些东西，就可以把里面的空间撑着，就好很多。这个也是同样的道理。然后大家也看到了，这是我的第一双鞋。第二双鞋，哇，这个压的就有点比较惨了，这个脚后跟。这是大魔王啊，我也是大概有整整两年没穿它吧，然后被我翻出来了。拖鞋。然后我的第三双鞋，对吧？回国那肯定要准备椰子，这是我的350，这也是我买了两三年有了吧，不止两三年，反正我也不知道。拍立得，这也是我过去生日朋友送给我的，我是基本上没什么机会用，所以说这次带回国打算留念一下。袜子，我也不知道穿没穿过，就当穿过吧。这是我的麦克风，它下面是有个支架的，等会儿给你们看。它不是就一个球好吗？不要误解。裤子，然后这些都是没穿过的衣服，然后还有最后一双鞋，然后我的 McQueen， 这是一定要带回来的，因为它太好看了，而且我也是因为在加拿大一直开车啊，所以我也没机会穿就底这么厚的鞋，好吧？所以说在国内我又不用开车，就可以带回来穿。一共是这四双鞋，加上我平时穿的 Vans， 就五双鞋一共。对了对了，这个就是那个麦克风的支架，给你们看，它是这个样子装上去的，也就这样子拧上去的。然后这边打开就好了，啊，这个麦克风，我过两期视频会讲解一下我所有的电子设备。好了。第二个箱子理完了，我们清一下场，然后换最后一个箱子。这个箱子基本上都是我的一些衣服、裤子之类的，所以说我不会着重的拆箱讲，就把里面一些不是衣服、裤子拿出来跟你们说一下。直奔主题吧。这个箱子里面呢，首先是这个，就是我的 Joby Gorilla， 是我的照相机的这个手持的这个三脚架，这个真的是好评，推荐大家去买一个。然后还有这个是那个 Rode 的那个麦克风，然后还有一个这个，这是佳能的一个闪光灯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是一个这个样子的外置的闪光灯，然后我之后也会给大家稍微做一下讲解。当然了，还有我的这个雷蛇的萤火虫，也是过生日朋友送的，这个也是我用了好几年的，真的很喜欢这一款。然后这个是垫在桌子上的一块大的鼠标垫，对吧？是这块大的，是海盗船的 Corsair 的，这个我记得是 MM300， 然后 Extended Version， 对。然后开箱就先做到这边吧。我的小行李箱里面大家也知道装了些什么，对吧？游戏手柄、显卡啊、硬盘这些我都不拿出来了，我先把衣服理一下。然后我就先到这边吧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